李隆基未婚妻 Chris 被控逾期居留、使用虚假文书等。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开审，大概九点几，李隆基抵达法院，神情睇落好担心。琴晚瞓得好唔好啊？瞓咗两个几钟头啊，唔错啊，OK 噶啦。啊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有冇探女友啊？咁样？诶，有啊，有啊。咁佢个心灵点样啊？有冇？有冇同你講啲乜嘢？平常心啊，冇嘢嘅，冇嘢，冇乜特別，冇乜特別。多謝曬。有冇話對個審訊有信心？交俾律師處理啦嚇。OK， 多謝各位，多謝各位。我要上去嘅，因為我約咗個律師。啊，邊個瘦咗啊？好多啊？唔係 keep fit 啫，keep fit 啫。